Calshot Castle 也是英国的一个小众景点，它到来的游客数量其实很少很少。它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一整年其实只接待了差不多5000名的游客。从城堡走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海滩。呢度咧都好多人嚟呢个 paddleboard 嘅。你喺呢个女仔，佢就系要带嗰个狗出去滑雪咗。佢睇只狗上咗船啦。Calshot 呢，其实是被海包围着，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水上 activities 可以做。有看到主人带着他的狗在 paddleboarding， 然后远方也可以看到 ski boat、风帆、kayak。但是呢，要知道这里挺繁忙的，可以看到很大艘的船，而且它的浪也挺大的，所以在这里玩水上的 activities 呢，要小心。Red funnel。这一艘就是去到 Isle of Wight 的渡轮。你揸入去呢个 parking 嘅时咧，你嘅车牌已经俾佢 scan 咗噶啦，所以呢个系佢嘅 parking fees， 一个小时1蚊，然后每个小时再加1蚊。Calshot 的 Activity Center， 看看这里都可以做些什么。可以攀岩、水上活动、骑脚踏车，还有 indoor 的 ski。我第一次知道 Calshot 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的朋友带我过来这里攀岩。需要是会员才可以玩。它的 membership 呢分为两种。如果是 premium 的话，一年需要付395英镑 ；standard 的话，一年呢只要付8英镑。然后每次过来的时候会有 20% 的折扣。这里有一个 slope， 然后可以在这里 ski 跟 snowboarding。它是这些刷子的材质。这里还有这些 high ropes 跟 low ropes。在 Calshot Activity Center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 Velodrome， 它是脚车的赛车场。我们现在带你去 cafe 那里看看吃下东西。cafe 的 menu。你可以看到無敵海景。我們現在享用下一個 coffee 和 cake， 我嗌咗個 cappuccino， 我嗌咗個 ice latte， 跟住仲有 carrot cake， 好黃啊，幾甜。跟住仲有一份 red velvet cake， 好紅嘅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在户外用餐。这里还有更详尽的活动表，除了水上活动、攀岩这一些，可以做的活动还是挺多的。吃了点心，我们刚从 The Hangar 出了来，现在再去发掘这里其他的景点。
超 short 的 airfield， 这里曾经是飞机的重要基地，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关于飞机的故事以及它留下来的痕迹。这里的船多吧，各式各样的船。我们现在离开 hangar， 去这里呢也都可以租来 camping 啦。这里两旁呢可以看到很多的房车，还可以放风筝。我很好奇他这是玩什么呢？我第一次见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！整个人呢是飘在水上的。现在来到了 Calshot Beach， 可以看到远处那里都是帆船。到来游泳的人还是挺多的，虽然它的水很冷。好香，还有人在海边 barbecue 呢。一路走过来呢，好多人就坐在 beach hut 的外面吹着海风，七彩缤纷的海边小屋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Isle of Wight 怀特岛。这个路牌非常好地总结了在 Calshot 可以做的活动，它有一个 Activity Center 嘛，好多好多的室内或者户外水上活动都可以做，然后有一个 Castle，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它的 Beach。现在呢我们就坐在车里面吃一下三文治，然后看着这一片大海。